和记者的采访，经专辑经济量，一顿刻板的开场，在一衣男友和裙装，千人一面，万人一腔，凝固的气场，尽情点亮。少女的高仿，雕刻标准形象，保持独有的锋芒，尤其遍地偶像，还我的狂妄，还我的荒唐，打翻青春的鸡汤，管你的脸放不放。Duh.